无论是戴在脸上的眼镜，或是强调便利性的隐形眼镜，这些通通都成了外国游客来台必买的清单之一。因此，国外游客众多的西门町商圈就打出了15分钟眼镜取件，抢赚观光财。其实游客来这边就是方便，对他快速，他不太需要花时间去等。由于抛弃式隐形眼镜，台湾价格几乎是亚洲最便宜，跟港澳价格相差快2倍，让游客争相来囤货，其中又以双周抛卖最好。离台前，观光客必逛大卖场，把伴手礼一次采买完。其中调味用的肉酱类是日本人最爱买，业绩可以提升2到3成。韩国人则是偏好零食类或者衣物芳香品。至于欧美人士，则爱买蜂蜜，因为台湾蜂蜜不仅口味多，就连甜度跟当地相较也比较甜。This milk tea is very famous in Korea, so we will buy this. We will keep.Friend and family. そのピーナッツってのまた珍しそうだったんで買いました。现在来台湾旅游，伴手礼不再只有凤梨酥，各式台湾味都成了吸金利器。记者陈佳安、谢伟台北报道。